艺术水阁好，国前解说两句啊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过来研究一两百年前台湾囡仔咧读嘅汉文、涉世贤文内底嘅诗句。当然，有嘅朋友会讲讲，时代咧变迁，经过一两百年，社会拢转变咯。即个诗句现代应用敢有效？国前就你做参考，研究一下代志。我唔敢讲要坑死，不过咱知识相交换。头一句咱来讲。磨刀行不离刀离伤人志，意思讲磨刀少摕来，咱刀要甲磨好来来。啊，当然啦，刀真正磨了来，你刀也离开，磨刀少迄个，顺一个也起来迄个，无听到正手会去抬着刀手，安尼就老火老地啊呢。所以刀磨了伤来，咱拢都爱提防。涉世贤文咧甲咱讲啥？讲代志做了伤过头，咱拢爱警戒。典故接未故，典故讲磨刀。行功无够来，下句要安怎接？接讲求财，人伫咧趁钱吼，拢是求财行不多。结果下句煞甲咱提醒，讲财多害人忌。你要趁钱，当然多多益善。敢有人嫌钱侪？咱卖讲迄落吼，非非三做，做损道德嘅代志，害人害己。卖讲这哦，咱讲正经趁，正正当当做工课，做头路，发展事业，趁伤侪钱。无定着家己往哪会提防？国政啊，你咧讲啥？我做正当的头路，你也咧甲我讲这個，我跌破的。讲一项啊，咱大家拢知，财多害人忌。有当阵啊，钱赚过头，会害到家己，害到啥？害到家己的健康。有影啦，有个人日啊操命啊拼，到尾啊，有迄个性命通好赚，无迄个性命通好开。唔只现代人，台湾话，人一句流行的俗语讲：赚钱有数，性命爱顾。这就是咧叫人讲爱尊重。过来，同款咧叫人尊重涉世贤文，还佫一个七句的诗，七字的对句讲：爽口是刀，偏作病。下句讲：快心思过，向善用。会记得细汉的时阵，我一摆最爱食一款饼，我甲阮老母讲，迄饼吼十块尔，互我买，买一袋，买两袋，买第三袋、第四袋，阮老母钱一直摕我买呢。我心内想讲，老母都唔捌安尼对我遮好，奈今日安尼，食到第八袋的时阵，巴肚安尼怪怪，老母才甲咱家讲吼。好食物件食过头，冤啊想过超过，唔通安尼想。下句咧甲咱提醒啊，快心思过，恐成勇。爽快的代志你做了想过侪，无定着产生灾殃啊，未必然。唔只同款，现代民间的流行话，讲万行吼，都要准则啦，唔通做过头啦。人咧讲讲，拄拄啊好就好啦。